我也想要像珊珊一样，哎，就是来个三抽就中啊之类的。哦，他那个真的是超级欧的。安安，可是叫我们两个一起抽哎、欸。我很怕被你吃几率哎、欸，珊珊。我也很怕被你吃。要回复吃几率的对。珊珊，你那边几万赚？我六万而已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你就等他抽个三万没有中，你再开始抽。哎，那我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你就跟他一起抽吧。不要这样啊，珊珊，还是你先抽，我等你抽完了、啊，好不好？哎，一个男的 ，Jackin， 哎呀 ，Jackin， 可是我觉得十万抽不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的，百姓。现在会这种感觉。抽是不好抽，不过和应该 要有一个几率。哎、欸，两蓝了，两蓝了。我和几次啊？拜托，那个太夸张了。感觉你的好抽哦。对啊，这才是正常的几率吧？对啊，对啊。我觉得今天应该蛮容易的，应该五万砖就又会有一红的。着了着。哎、欸，太夸张了啦，珊珊，你又把我几率吃掉了。一抽就红了、啊。一抽就红，新的三特资。哎、欸，太夸张了啦，珊珊。我刚刚就在逼我的袋鼠赶快帮我们赚。哎，那志哥。等我一下。志哥怎么办？我们在幽默。你就一抽是指120。他哥的。一千两百，哎，志哥，你看啦，这是什么事？小阿爸爸，那运气好不是这样好的，志哥，对啊，那也没办法，你就当珊珊的祭品了。哎，开始抽之前你又不是这样讲的吧？我的小黑妖让他长大。哎，三个蓝干，啊，结果都没有新的蓝，很难吧？你要不怕死的。有点难了，挖新的蓝啊！不是不拼，你是要哪一只？新的蓝变啊，还有红，我最好是死棋啊。哦，死棋好难哦。很难啊！哎、欸，少女善遗失。哈哈哈！看，我要真死棋啊！哎、欸，我怎么觉得弄着，然后就变纸变人了？哎、欸，百姓，我抽到少女善遗失哎。对啊。我要叫辅导啦，这样就辅导啦。可是我要。这张卡对我来说没什么用，好不好？我要是真实棋啊，没有蓝卡纸全部满，还有加那个呢，加那个四一加一，是啊，这要干嘛？魔攻加一，没有，你蓝卡全部满，还有那个加补血，靠北，我都加一堆魔法的，啊，少林寺当然是加魔法的嘛，对啊，有些命中有用啊，对啊，你用那个加九雷公有用啊，对啊。啊！你这次看起来就晚上好，古魔法应该很开心。哎、欸，我那个少女善遗失怎么不是真死棋？哎，我超想要真死棋的。哎呀，先回一次吧。哎、欸，我补到那个暗杀君王死雷否了。哦，那只加很多哎、欸。远距离回避加二。哎、欸，然后还有远距离，哇，不到了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对啊，还而已。哎、欸，很多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不错了呢、欸。你现在是哎、欸，两万块就补到两蓝。对啊，很啰嗦的。我觉得直接来啊，直接和红啊，我喜欢直接来。哎、欸，志、哥、啊，你那边除了怎样啊？他们在除了、啊，在除了，应该也翻脸。没有，我朋友来了，我等一下要让许哥代抽。哦，对，就第一张没有，就观众啊，观众。哦，不然你给我新的蓝，新的变那个蓝变也可以干。哎、欸，又补到了安迪斯。哇塞，这次也加很多呢。有了。
远距离回避再加二，给两万块三个蓝。我差那个老虎。哎、欸，你补好几个了呢？对啊，差老虎。两万块、欸，超晒的，真的。真的，真的要能补到就不要说补啦，弄到懒的都不一定弄得到了，你知道吗？而我想要转卡，我都还没有体验过那个转卡的感觉。我看三三都已经转到不知道，转到不想转了。他那个就是不让你转啊。可是我在想，我会不会跟你一样啊，百姓？耶、yeah, ，我的意思就是他在弄这个，他就是十万钻，他可能十万钻不给红这样子哦。对啊。不过我昨天激波了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从我。记那一波之后，我认识所有实况组还没有人没中红的。是啊、哦，真的，说不定就是我啊，说不定就是你，不会吧？啊、全部都中就中你没有就对，有可能、啊，应该不会这样吧？对，就没有人那个十万没中红的啦。祭品位置哎，如果我们两个都没中的话，那我们两个真的是实况界最黑啊，天堂 M 最黑实况子。对，天堂 M 最黑的，是吧？我在跟上你的脚步啊。标题就是标题就是说实况最黑。我模组爆啦、啊！那个志哥昨天叫我点，然后害我点爆，干。是啊，好呀。我昨天给他愤怒的祭品啊。他说什么？给他杀一次，血祭一下就过了。啊，结果给他杀完，点下去就爆了、啊。还多杀他一次？不是，你应该杀他才对啊。对啊。加五哎、欸，我点到加五哎、欸，然后想要点加七就没爆没过。因为我昨天跟他说什么叫愤怒的祭品，就是你过来闹我啊，我杀你嘛，啊你就屡试不爽嘛，对不对？屡试不爽、哦、你就。对，都是这样的，没错。对，把武器点下去就有可能会过的、啊。我没有打算要冲内衣啊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，有点难弄、啊。太渺茫了、啊。我百姓你会弄吗？我是没有要用内衣啊。你就加几的内衣？因为你用到加七，你大概跟我现在的加差一点攻击，一点命中，啊，那个防御是一样的啊，觉得 CP 值没有到很高。而且你要多花，可能要四五万赚。你是加七吗？我加七啊，那就好啦，不用看的啦。那什么加七、加八的那种，不是我们在弄的啦。其实不是那种都是几百万的科长，哎、欸，难抽啦，抽不到啦。哎、欸，你赶紧补好几个。朱三，你不要再抽了，补好硬哦。你已经抽到，你已经那个完成目标啦、啊！我现在一张红都还没抽到、欸，哎、欸，在补卡时，宙斯中了，宙斯中了，醉了哦！哎、欸，我抽三万钻，哇！跟你说哦，靠，要不要翻一下？干，真的有，真的没有实况组没有，包括你在内，连你都中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你真的是实况最黑实况。干，我就是祭品啊！我操、啊！我就是祭品啊！操！哎、欸，我要翻牌哦！翻啊！可是志哥，你觉得要翻吗？因为这次宙斯对我的加成没什么用啊。有没有用？啊、没有用啊！所以要翻啊！没有用就翻啊！翻了哦！对啊，这一只你没有对不对？不过这一只我没有，但是我不想要这只啊！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先看一下有没有用。你看一下加成，对，你看一下加成，你先看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变身收集品。对啊，未启动的，你要先未启动的。看起来的话，小八对我比较有用，或者是甘特，或者焚焰是不是、欸欸。焚焰很难呐、啊。啊，你现在就是五次机会啊，六万七刚刚好、啊。焚焰不是找得到吗？哎、欸，这只有啦，对我有用啦，魔攻加一。魔攻加一干嘛？那有用，那就是没有用啊。他如果我把他就是确定这张的话，我会魔攻加一这样子。那没用，没用了，就没有用啊。那就转吗、欸？真的没用啊！哎、欸，大家觉得是不是宙斯可以弄掉？请问为什么那只妖魔你没有？为什么你那只妖魔你没有？我就没抽到啊，一直抽不到啊。那只妖魔不是用抽的用换的吧？哎、欸，用抽的、啊、没有用抽的。哦，完全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要换掉这张对我没用啊。
对对，那个谁啊，珊珊在讲说转转不到，我好像有印象哎，我记得。对啊，转不到啊。对。死刑系列都转不到啊。转不到啊，转不到跟、那個。最好来个什么特罗斯之类的，或者特罗斯，特罗斯。就猩红变啊。干，塞尼斯。我不要塞尼斯啊，重新抽卡。这次你有了吗？塞尼斯我有啊。哎、欸，这个不错哎、欸，这个里面除了海陆拜登是利安，我其他没有。小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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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碎！这一只不错，这一只不错，这只可以吧？你中来自丹特斯啊！哇，我要的是这只很好啊，这只很好吧？这只我觉得不错啊。哇，这只我想要的呢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这只要啦，这只要，许哥不用看了，这只要。我知道这个新的加很多东西。你可以看加多少能力啊？我觉得应该是加蛮多了吧。你看，我再插一只布鲁迪卡，就是近距离加攻击力加二，哎，这个。对啊。然后他加布鲁迪卡魔防加五这样子，然后看一下。我插一只老虎啦，我想要老虎。老虎等一下合就有了。是吗？对，真的，然后蛮好的。好，这一只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那我再继续抽还是怎样？难诶，对啊对啊，我觉得还是先合一下。对，暂时先变身了啦，变身了。变身了，对，这么急啊？暂时先离开这一只法师了啦。你说这只伊斯利啊、喔？嗯。哎、欸，不过志哥，你看一下特罗斯的那个数值哦、喔，他的数不是特罗斯啊，是丹特斯。他的数值是 PVP 近距离伤害加3哦，然后 PVP 减免加3，对啊，所以他算是一只 PK 专用的，就是打架专用的变身啊。真的啊？对，打架专用的，很强哎。这只我觉得可以。哎，就补卡池跟那个近战打近战。好，我补进去了，我补进去了。先变一波啊！我觉得你今天最少三红。哎、欸，好丑啊！那只说真的，怎么这么多啊？三红？不会，我觉得他今天哇，你看多帅啊！哎、欸，志哥想要这张哦。对啊。好，我要继续抽哦。欸，我第一次这样子欸，就是之前都蛮黑的。哇，今天欸，谢谢阿慈赞助，感谢阿慈。你看这个赞助没有这个狗狗也太可爱了吧。什么？有一只狗狗。那我家狗狗啊，可是它已经走了。它家狗它已经走了。哇，合成全绿，合成全绿，再抽一下吧。被我中红了哎！谁？你又中红了、啊？我换一个账号啊，那个账号抽完了。反王肯恩。哇，你也太欧了吧，珊珊。夸张哎！我看我能不能补到卡池。我现在只差一张红的。我觉得那几率才是正常的，因为官方有看到我的实况之后，赶快把它修正回来。对啊，不然都被人骂。真的啊，真的啊！然后那一波，但是看到多少人退坑不抽啊！百姓开始在腹黑了。照亮点面。对啊。提升自己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说我是明灯，你知道吗？等我抽完再抽。不错啊，我觉得抽到那一张应该就有赚了吧。哇，我喜欢干特斯是吧？志哥，你赶快抽一下。我因为我转卡又转到干特斯。插水是基本。
我现在想要布鲁迪卡。啊，布鲁迪卡了！干！靠腰哎，怎么？这个哎、欸，这个人真的很夸张哎。我转卡转到的。苏珊这个人真的很夸张。我转到第二次中了，耶、yeah! ！我的卡池满了。哇哇，太夸张了！哎、欸，苏珊这个真的是不是普通的欧洲？对吧？呀，苏珊问一下，几钻啊？一万。一万，好呀！一万两千多。然后十万几啊？喏，太厉害了！然后干作弊啊？你也十万几水货水赚？我就干，我就说我实况组特别加成。我也是实况组。对啊，他那天的完全就是不给我就对了。我操、啊，完全一样玩没给呢，干！我才两个十年嘛，基本排约卖一还债嘛。好想要真实期，协同上的差异性啊。我也差真实期啊，真实期合不到这个，合不到。能抽一个分子，我觉得这可以再合一次哎、欸，我这边直接来合一次蓝变吧。听说合红的失败会出真实期耶、欸？哦，有听说，但是我没看过。哦，我也没看过。什么叫合红的失败？四红，四蓝合一红，四蓝合一红失败好像会出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有几率可以合得到，就是四蓝有可能合出真实期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嗯。对啊，我也觉得百姓要有那个红边的妖精，应该也是要看这一波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蛮好合的呢。对，不用看了，怎么会好合？我确定它好。三测试。我已经用了十万钻去测试过了。两个苹果，我觉得直接来啊，红的蓝和红，好啊。哎、欸，中了，中了，注意啦，警卫毛，哎、欸，那个志哥，嗯，我警卫毛，我要转卡啦，因为八十会送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你要转啊，你留这只没用，这只对、啊，喝一次哎、欸。对啊，啊你赚什么有用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最少三红、啊。哎、欸，志哥，我今天五万赚两红哎、欸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最少三红。百姓你，百姓你不是觉得百姓讲话越来越小声了吗？真的真的，我啊，哎、欸、还在吗？你现在再多好重，我都不会去那个。因为你没有要储了嘛，对不对？就算要也没有钱，我先来转卡喽。哎、欸，志哥，你一零会打吗？我也中红了哎、欸！守卫攻。哎、欸，珊珊，你太夸张了，珊珊。珊珊，你是公主生吗？我不用转卡。哎、欸，我说真的，珊珊真的是超级我看过最幸运的人。珊珊为什么不用转？因为你其他没得转，是不是？我底下研磨可是转不到，对不对？研磨，研磨转不到啊。那你还是、这边没有我要的啦，还是抽的啊？看会不会收到啊？志哥，你饼好吗？哦，我问一下，我感觉太紧了。哦，宝贝啊，什么皮夹？好吧，来喽，来个布鲁迪卡，布鲁迪卡，我真的就爽了。布鲁迪卡或是小巴都可以。哎、欸，反王哎、欸，反王要吗？有没有反王？蛮重要的哦，反王蛮重要的哦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、啊。天堂透视镜，反王，反王加魔力上限50，伤害减免加1，PVP 近距离攻击加2，还有一个什么 CON 加1是什么 ？PVP 近距离加2哦。对 ，CON 是什么？哎、欸，魔力上限加50，
那是什么？那个体质。哦 ，PVP 很重要啦，要弄啦，直接按的啦。伤害减免加一，哎。对啊，就弄伤害减免有加一。其实伤害减免很重要啊。真的假的？你都弄克特了？当然啦、啊，不然干嘛学克特？对啊，对啊，就跟你讲，你要升克特、就是、啊，对吧？魔力上限加50跟那个伤害减免加一。我们只要转成一个你不要的图。PVP 近距离附加伤害加2哎、欸。对啊。有这个哦。有这个哦。这一张。我超爽的。我超爽的。哇，你看马上就减3了哎、欸。PVP 再抽差不多3万转，然后留差不多14000再转这样哦。哎、欸，有近距离伤害加成哦，我不知道。哦，这个啦。海陆拜跟反王跟丹特斯加起来有这个。超爽的啦，不用谢我，不用谢我，干啊！我想要老虎啦，志哥，我觉得蛮厉害的呢。跟你说，你今天最少三红，哎、欸，有办法这样补，很难呢、欸。真的假的？三红是不是？你现在补三蓝两红了呢？你妈妈的！我花多少钱呢？一个红都没有，你是在补卡池哎、欸，差那么多。好啦，我再抽一点点啦，我要留一点赚。等志哥那边抽厨子完，我们等一下帮他代抽。对啊，直播了还留赚。用美编就好。对啊，用美编就好。看能不能直接抽到老虎啊？对，没有老虎用盒的比较好。哎，又中了！所以啦，跟你说，你今天最少三红哦，溜一波，溜一波。哇！百姓，哎，不用谢我，不用谢我，我知道，我懂。我真的很感谢你的记忆。靠北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每个施工很多像你这样哦，真的，夸张了啦。一个是劝世台，啊，一个是推坑台，真的啦。对，幸运赚了，左下角有点尴尬，幸运赚了哈。我看到，转卡转起来，转起来。到了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三，我们现在都三红，对不对？安是自己缺的吗？我已经有了三，我们现在都3张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没有3张好像不缺卡、欸。三，你也是三红吗？现在、啊、他是要抽的，他不能合，他不是用换的。我说他抽到现在也是抽三红嘛，对不对？可能合得到吗？我克特有了，我要换卡。拜托来个布鲁迪卡。一个是推坑塔，一个是劝世塔，真的有没有？有布鲁迪卡，不一样，有布鲁迪卡，对，有布鲁迪卡，干反王，布鲁迪卡你是有了吗？我没有布鲁迪卡、啊，靠，是重复的啊，我再转，十万三红呢？这几家五行呢？有啊，我跟不是跟你讲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重点是我只抽6万呢。哎、欸，没有抽5万多而已呢，因为有转卡。对啊，我刚跟你讲，你今天最少三红啊。5万多，打了攻读生。布鲁迪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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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干重复的。哦，一直给我重复的。你的几率是越来越低啊，你那个。哇，这是我要的呢。再转，志哥，你真的要抽了啦！因为今天丹特斯狂出，有没有布鲁迪卡？有！拜托！布鲁迪卡或甘特都可以，布鲁迪卡或甘特都可以。干！你是要自辩的、啊？他一直给我那个重复的，你都已经重复了差不多了。小八或者特罗斯撞特罗斯，特罗斯也有用吧？特罗斯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看一下，看看你有可能近战的一定有用了、啊，你先看一下。这是 PVP 减伤加又减伤，哇！攻速加3%，有中攻速哦，我看一下。加一，近距离
PVP 近距离攻击加三。哎、欸，哇！体力上限加三。我看一下，德罗斯几加先啊？很重要哎、欸，那个杰米好多、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干你今天真的爽爆了！我就讲，你真的今天爽爆。攻击加超多，还加血。特罗斯，我看一下。可是问题是，我很多没有哎、欸。几个、啊？哎，那你先学了吧。我觉得卡池啊，就补了啊，剑老就收了啊。对啊，真的，你换到别人你会哭出来，我跟你讲。我觉得你现在两万五抽到，你也没有办法转了、啊。哦，对啊，我没有要抽了，我找一下特罗斯的卡池。啊，我没有欧瑞绿，我没有办法攻速加三趴。那先补啊。没有，你们自己看。我抽到特罗斯，其实补不到什么东西耶。那你就补两个缺一个啊，你那两个你干嘛要？如果我说我再转一次，可能也转不到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看你就看那个红色的啊，看红色你缺什么，你转得动还是缺另外一个？我怕我转不到我要的啊，是不是直接先那个了？当然了、啊，你们觉得嘞？对啊，直接学啦。我是很想要这个啊，这个布迪卡。求求的，你看近距攻击加二，哎，这个这个，这个这边差不多在十分钟。好，特罗斯哦，先补了啊、哦，当然学啊。哎、欸，而且最后一次要转，要花一万赚。一万啊，哎呀、啊，建好就收好了，建好他妈几块毛，你他妈考出来，今天建好就收啦，特罗斯。今天多少？不要算转卡的钱的话，大概五万，抽两红，然后合成一红。啊，就三蓝补三蓝三红，真的蛮帅的。嗯，